老爸现在在做一种神器，大家猜一下是做什么？奶奶说那个烧能挣了，改事业再来，不能挣。你辣了呢？烧，那能烧啥？这不行，这挣。就那拿过来辣些，你就来辣。那我看见，给他卖了单多。大才是好耍的呢，有的也大。你看肚子来，谁肚子就做谁的呢？蒸水呢？搁炖吗？炖都炖烂了。蒸水呢？炖一满。这就刷板就做好了，可以用来刷那个炒菜的锅子，还有顶罐，很好用。